新竹新丰国小附赛幼儿园的新人呢，有一摆看到报纸风声讲，新丰也遭蔬菜无讲过有名。今年六开始，上海屯家乡小街本韩国多年来认识，也群新人呢对设计杂做起事去采访的失败，访问菜地的老杂居民，用摄像机记录家乡讲讲的风景。幼儿园也安排专业的导览员带新人呢去认识新丰的枫树林生态。也按照累积下来的经验，又透过屯泰和高速的合作，安排的夜班为外国朋友来讨论，分享一群新人的看到的家乡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往前走。拿着曼谷一群小小讨论片出发的，韩国以初桥的，就为东亚新中间新风向，一点报的生态资源丰富呢。在亚康里头，有年代丰富的生物。亚条生意呢，一位是经验长托，新丰国小一年生，一位韩系幼儿园的小小托班员。妈叫做鬼迷仔，鬼迷仔是胎生植物，长得很像笔，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过鬼迷仔。大概小小托班员都有准备拿出贴纸的托班捆绑。当讲有新人的画嘅图、相片，还有小家嘅文字，用心同大家小家，加到隐蔽家乡，先得得垂青嘅景点。如果有你的好朋友来，你最想要介绍他们到哪里玩？为什么？红树林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红树林很好玩，还有一条路线可以来江家古厝。来这边很多次，但是我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。如果有外国人来，或者说有你的好朋友来，不认识这里，那你觉得你最想要介绍哪边给他们认识？红树林。那为什么是红树林呢？因为我觉得红树林很漂亮。我看到水笔仔、叫草蟹，还有海茄刀。做得清清楚楚，讲出几啊条认识的一花一草，韩国相关的生态背景。其实亚条生意呢，系经过失败，甚至去到建厂认识韩国好地基。不要按你的库藏设计，就给隐蔽有亚几花。我是从我们的晨间读报时间开始，那我们在读到一篇报道，也就是记者在描述阐述新丰要做梯缝的时。是迄，佮讲也迄无物个有名有名的地方，然后因为这样，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新丰是一个不怎么有名的地方？于是借由这个契机，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开始了探索新丰之旅。中间的门是谁找的？叔叔王爷，叔叔王爷。比较为新人的行卡了解家乡有几长的，课程设计包含认识生态环境、历史文化、韩国菜体建筑。由于严先生带领几阿条对丰满七家的夜归做起事，天天的在搞起门家乡其他的装备，来好做设计者。为什么大家都要在这里拜拜？因为他保佑万民嘛，他因为神威显赫。他很灵，你们来拜哈，你们读书都会得第一名，成绩都会很好，又会保你们平安。那个学习是很多元，其实是一起的，其中包含比如说语文，他要介绍，他要想办法把他知道的讲出来，要去做那个逻辑的跟那个把他知道的东西做组合，然后讲出来，这其实是需要训练的。然后小朋友从这一次的导览当中呢。也学习到一些如何探索在地之美啊，然后会发问更多问题，就是从懵懵懂懂无知这样子，会开始观察周边一些比较细微的事物啊。然后自从就是因为幼儿园的那个教学开始，然后就负责那些导览来接。然后像我们去一个景点的时候，不再只是哦，例如说观光节啊，还是怎样，他们就会发现就是会学习观察附近的周遭一些东西。对本地唔敢拿地卖古来土烂，都压下做地动态版的问题，每批用出亚群新人的逻辑思考能力。
小朋友在这样的过程，他开始想着怎么样解决自己的问题，然后他们开始讨论，然后表达，然后甚至把它画出来，甚至在这样一连串的导览过程，每个孩子都会用自己的导览板来介绍说，我要怎么让人家认识我美丽的家乡。孩子学习到一个表达的能、表述的能力、分享的能力、规划的能力。今年呢，变到行卡勇敢，开始希望要行卡当年来认识自家的家乡。有一百几位面向科技大学的教授同邱怡言合作，安排外国来的高分学生的来做观众。也就是今年用自家的表达方式来烧给家乡，每个也就是今年使得来认识莫穷有国家的你，有很多不同想法。走国际教育路线，我们希望能够让从在地的特色的介绍，然后出发，然后带到让我们对这个地方认同，对国家认同，然后能够达到一个小朋友的国际视野，然后培养小朋友的国际素养，就是孩子已经开始对于导览这样的东西是产生很浓厚的兴趣。那我觉得他们在跟不同国家人导览之后，发现的肤色、语言或者是一些个性，因为日本人其实很拘谨，但是美国人就是很活泼、很嗨。那孩子也开始注意到说，原来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。安内的课程设计没得多，第六届全球方言探究学习重新应用台币课程一点钟的功用。我们这个学案它是以国际教育为主轴，所以其实跨了非常多领域，可能包含语文、数学或是历史，甚至是跟肢体动作有关的。那这个在跨的很多领域的课程当中，它其实是一个统整的概念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孩子的表现当中，你其实他从他的表现当中，你可以看得到他已经把整个地区的历史啦、背景啦、地理啊，或甚至很多人数统整为一个很核心的概念。除了做投篮业，也有新年的还设计游戏关卡，用斧头表演老家乡一段阵的风景，设计不太假。有意言还老新年的讲为一套小好的夜心情，用方图同封门的方式，老家做出一本书，同国际教育结合强化。未来还会推出英文版本韩国有声书，为大家来了解在讲为新年的每一创意的空空怪，对世界有韩卡多的认识，不是看天好欢迎，每组的对认识自家的家乡来做起事。海洋来心包。